来订阅吧。一起来玩大发现，和碰碰狐和鲨鱼宝宝。快走吧，农场还有好多事情等着我们呢。哇，我今天不想工作，我只想和朋友们一起玩。我有个主意，一边工作一边玩大发现怎么样？那样的话，一边玩一边可以工作。这个主意不错，走吧。发现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你来猜猜，那会是什么？啊哈！发现发现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我看到一个有着彩色羽毛的动物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猜一猜，猜一猜，猜一猜是什么？一只有着彩色羽毛的动物，一只鸭子？不不不，一种鸟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这动物不会在天上飞，这个动物叫起来哦哦哦哦哦。想再试试吗？一只公鸡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答对了。棒，鲨鱼宝宝就是公鸡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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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这游戏太好玩了。我就知道。让我想一想，这次我们要发现哪一个动物？这次换我来。发现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你来猜猜，那会是什么？看到什么？我看到一个动物，又黑又白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猜一猜，猜一猜，猜猜是什么？一只动物有黑有白，那很简单，一定是熊猫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这个动物会给我们牛奶，这个动物叫起来母母母。想再试试吗？奶牛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答对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答对了。干得漂亮，胖胖虎。牛奶看上去超级好喝，我们尽快干完活来喝牛奶吧。好呀，我们还有最后一个任务了。还有一个？是的，这次轮到我了。发现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你来猜猜，那会是什么？啊哈！发现发现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我看到一只粉色的动物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猜一猜，猜一猜，猜一猜是什么？一个粉色的动物。泡泡狐，你是粉色的，你是在说你自己吗？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这种动物喜欢泥里玩耍。这种动物叫起来哼哼哼。想再试试吗？是猪吗？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答对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答对了。哼哼，我们的工作做完了，我们很快就完成了工作，因为我们在玩大发现。耶、yeah, ，在工作的时候也能那么开心，呜呼！啊，
我好累呀、啊，我要睡一小会儿。我也要睡一会儿，工作完成了，休息一下吧。我和动物朋友们玩得真开心，我们下次再玩吧。再见。泡泡虎，我觉得我们完全迷路了。我想你是对的，我们一直在绕圈子。我想要离开这里。看那边，看上去像一扇门，上面写着什么？上面说，如果想要打开这扇门，我们必须找到这些影子是谁的。我有个好主意，一边玩大发现游戏，一边猜出正确的动物影子，怎样？这想法真棒，赶快开始吧！发现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你来猜猜，那会是什么？啊哈！发现发现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我看到一只动物有长舌头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猜一猜，猜一猜，猜猜是什么？长长的舌头，是青蛙吗？不，食蚁兽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这个动物完全没有腿。这个动物叫起来嘶嘶嘶，想再试试吗？是蛇吗？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答对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答对了。哎呀，我可不喜欢蛇，我们要怎么过去啊？我们可以悄悄地踮起脚尖，这样不会吵醒他。好吧，我跟在你后面，泡泡虎。走吧。耶，我们已经到了第二扇门了，这次轮到我了。发现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你来猜猜，那会是什么？发现发现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我看到一只手脚很长的动物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猜一猜，猜一猜，猜一猜是什么？什么样的动物有长胳膊和长腿？我想我知道了，树懒。我知道树懒有超级长的腿和超级长的手臂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这个动物最喜欢吃的是香蕉。这个动物叫起来哦哈哦哈。想再试试吗？是猴子吗？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答对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答对了。看，那些猴子在藤蔓间荡来荡去，看上去好好玩啊！我们像猴子那样荡来荡去吧。耶！哟吼！我们终于要到最后一扇门了。没错，现在到你了，鲨鱼宝宝。发现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你来猜猜，那会是什么？啊哈！发现发现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我看到一个动物，有着长长的身体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猜一猜，猜一猜，猜一猜是什么？长长的身体。啊哈！我知道，黄鼠狼的身体超级长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这种动物有一张大嘴，这种动物有很多很多牙齿。想再试试吗？
桥可以帮助我们过河，走吧。哎呀，我们差点被抓住。是的，太吓人了。但不觉得很有趣吗？事实上是的。我们现在回家吧，我觉得又饿又累。下次见啦，我的朋友们，再见。哎呀，我们就快要装设好了。是的，但我们还需要一些东西。对了，我们需要一个蛋糕。我认识动物界最好的蛋糕师傅。真的？是谁？为什么不猜猜是谁？发现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你来猜猜，那会是什么？啊哈！发现发现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我看见大海里最大的动物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猜一猜，猜一猜，猜一猜是什么？大海里最大的动物，鲨鱼。你爸爸是真的很大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这种动物。这种动物喜爱唱歌，想再试试吗？是鲸鱼吗？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答对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答对了。大家好，朋友们。你好，鲸鱼先生，你能为琪琪的生日派对做这世界上最美味的蛋糕？当然，非常谢谢。当他做蛋糕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给琪琪准备生日礼物。那太棒了，鲨鱼宝宝，我知道什么动物可以帮助我们。真的吗？是什么动物呀？发现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你来猜猜，那会是什么？啊哈！发现发现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我看到一个没有骨头的动物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猜一猜，猜一猜，猜一猜是什么？没有骨头的动物，是海星吗？不，一只水母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这种动物有八条。这种动物会喷射黑色墨水，想再试试吗？章鱼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答对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答对了。你好，章鱼夫人，送什么给琪琪做生日礼物好呀？啊哈，我知道送什么给琪琪最好不过了。等等，看，五颜六色的球。哇哦，太感谢了，章鱼夫人。现在我们都准备好了，我们回去吧。等等，我们还有一个动物没找到。哦，还有一个吗？发现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你来猜猜，那会是什么？到什么？我看见身上有刻的动物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猜一
你猜猜一猜，猜猜是什么？身上有壳的动物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是蜗牛吗？不是乌龟吗？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这种动物有两个尖爪，这种动物左右行走。想再试试吗？是螃蟹吗？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答对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答对了。欢迎光临，有什么可以帮您的？我们想给朋友琪琪的生日派对买一个特别的礼物罐子。我有好办法了，我给你们做一个合适的。哇哦！给你们，谢谢。宝宝，生日快乐！哇哦，太谢谢你们了，朋友们，快吹蜡烛，琪琪。现在，噔噔，我们还准备了礼物罐子，我们一起打碎它吧。听上去很有意思。下次见喽，我的朋友们。是的，马上就要到了。你听到有什么声音吗？从哪里传过来的？啊，哇，是沙尘暴！小心！哇，泡沫狐，你还好吗？我还好，但我们的地图没有了。我的天，它被撕成了碎片，现在我们怎么办？这些碎片应该就在附近，不如我们问问沙漠的动物们吧，说不定他们能帮助我们。呵呵。好主意，我们一边找动物一边玩大发现。耶，猪爸爸，发现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你来猜猜，那会是什么？啊哈，发现发现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我看到一只有毒的小动物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猜一猜，猜一猜，猜一猜是什么？一只又小又有毒的动物，眼镜蛇？不不不，蜘蛛？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这种动物有两个大钳子，这种动物有一个巨大的肚针。想再试试吗？蝎子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答对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答对了。你好，你好，有什么可以帮忙的？我们在找地图的碎片，你看到过像这样的碎片吗？是的，我看到它埋在沙子里，所以我把它捡起来了。真的？是的，在这里。希望你们也能找到剩下的碎片。谢谢，轮到你了。发现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你来猜猜，那会是什么？啊哈！发现发现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我看到一只长脖子的动物，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是什么？一只长脖子的动物，长颈鹿。长颈鹿的脖子超级长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这种动物的睫毛很长，这种动物的背上有驼峰。想再试试吗？骆驼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答对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答对了。你好，骆驼夫人。
你们好，你们在找什么吗？是的，我们在找地图碎片，像这样的。你在附近看到过吗？见过，我差点摔倒，因为它在风中吹来，正好贴在了我的脸上。哦，对不起。没事，我没事。感谢你的帮助，骆驼夫人。太阳下山了，天要黑了，我们必须快点找到剩下的地图碎片。很快，发现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你来猜猜，那会是什么？发现发现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我看到一只毛茸茸的小动物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猜一猜，爱猜一猜，猜一猜是什么？一只毛茸茸的小动物。啊哈，就是你，泡泡狐。你有最后的地图碎片吗？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这种动物有大大的耳朵，超级巨大的可爱耳朵。想再试试吗？是耳廓狐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答对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答对了。你好，耳廓狐。你好，我们有一个问题，你有看到像这样的地图吗？你是指这个？我在这里找到的。哇哦，我们找到了宝藏！你想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吗？当然。哇哦，里面有好多有趣的玩具。是的，让我们一起玩吧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找宝藏实在是太有趣了，下次再见喽。哇哦，好美呀，天空看上去好美呀，树木都好高大呀。冷静，鲨鱼宝宝，我们这次只探索一个区域，但是所有的动物都在哪里？我不知道，我猜他们都躲起来了，这样我们才能找到他们。我们快去找他们，我们两个一边找一边玩大发现怎么样？听上去很有意思。好了，泡泡狐，我先开始啦。发现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你来猜猜，那会是什么？发现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我看到一只又大又会的动物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猜一猜，猜一猜，猜猜是什么？一只又大又灰的动物，犀牛？不不不，是恐龙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这种动物有大大的耳朵，这种动物有长长的鼻子。想再试试吗？是大象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答对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答对了。我看到大象夫人躲在湖边，我想知道她在做什么。哦，我们去和她打个招呼吧。你好，大象夫人。是鲨鱼。哦，大象夫人，那没关系，我只是来打个招呼。鲨鱼，鲨鱼。哦，快跑。我只是想打个招呼，我们离得太近了，很容易被踩到。现在安全了，轮到我喽。发现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你来猜猜，那会是什么？发现发现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我看到一只有锋利爪子的动物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猜一猜，猜一猜，猜一猜是什么？锋利爪子。但是有锋利爪子的动物有很多呀。老虎。不，熊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
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，这种动物有巨大的鬃毛，这种动物叫起来啊呜啊呜。想再试试吗？是狮子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答对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答对了。狮子在岩石后面睡觉呢，但我有点害怕。你好，狮子先生。哇，谁胆敢打扰我睡觉？是你吗？对不起，我们只是想打个招呼。他们活塔。我真的希望这次我们能找到一种不那么可怕的动物。好吧，轮到我啦。发现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你来猜猜，那会是什么？啊哈！发现发现发现，你看到什么？我看到一只有两个小脚的动物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猜一猜。是什么？有两个小脚的动物，山羊或者鹿。但这些动物不住在热带大草原，不是吗？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不不不不不不，再来猜一猜。这种动物有长长的脖子，这种动物是动物中最高的。现在试试吗？是长颈鹿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答对了。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答对了。长颈鹿没那么可怕吧？你确定吗？嗨，朋友们，我从来没见过你们。哇！哦，抱歉，我不是故意想吓你们的。哈哈哈。你好，我是泡泡狐，还有我是鲨鱼宝宝，我们正在探索大草原。哇哦，那可真棒呀！跟着我，我带你们好好参观一下。哇哦，谢谢。那好吧，朋友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大家喜欢泡泡狐视频吗？最新儿歌都在这里哟，去订阅泡泡狐。